让你永远领先一分钟。欢迎来到酷皮经济学今日茶点，微小效应 Pushing Effect。研究发现，顾客挑选商品时，如果经常被来来往往的人撞到，大多数人就不愿意买了。商场总喜欢把货物放在人们容易拿到的通道旁边，殊不知人流拥挤反而降低了销量。推导效应说明，那些需要静静的比较思考的商品，最好和销量很大的商品分开摆放。这里是一波路遥，你准备好时刻，上班时刻，及时的相伴。这里是一波路遥。北京时间18点整。家宝利基，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。只要上榜过游戏关。